谢谢啊，谢谢本尊。我出生以来一路真歹行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人生真困苦。我算讲会晓，都想讲家庭困苦，我当含人去学赛车啦。哦，结果走南北个山山海山，啊，若经过蒙阿波，阮个助手就问我讲。看迄门口好无？迄门你有介无？我迄介，我介，介的时阵唔知有安尼啊，无安尼啦。你经过蒙阿婆是介意啥物？介意迄个上水的。啊，嘿，介蒙阿婆。嘿啦，你以后能有介得那么漂亮的坟墓？嘿啦嘿啦，我讲那、哦、我后摆若有安尼，我是足介意的。你若当皇帝，坟墓更漂亮，可是尸体会被脆骨分尸啊。金银财宝将被孙殿英和马英九挖空了。哎啦，讲到尾啊，回来行山，怎点外面两点嘛？啊，路过四条，怎大家讲无来找山位在困？啊，怎甲菜伫头前呢？路边过一条狗过，一个困工，一个助手，啊，我大家拢落去困。啊，我困伊的时呢，啊，都夹菜，伫夹菜，菜讲啊，走，安尼啦。啊，我想讲。怪啊！你都，我是目睭无闭紧嘛。啊，我即马想讲，啊，你大家都讲要困啊，你倒还要讲叫我走，安尼啦。啊，我是讲啊，搁困啊。啊，尾啊，搁来搁甲菜啦，菜讲走。啊，我想讲啊，甲看闭起看，甲古怪。啊，大家拢困甲严严啊，未消紧啊。就有像你说的鬼在推你了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啊，就是安尼伫甲菜甲精神。啊，尾啊，我想想是讲，嘿，这唔是的，这个可能迄类啊咧。啊，尾啊，我那想讲无爱插伊。啊，搁第三摆搁来，我尾啊是讲安尼唔对，一定迄。啊，我怎讲？我门啊拍开，啊，我怎？伊算讲山顶，我那有迄路边弄石头嘛。我提起来，为前后四个人口伫哭，啊，我就是。有听人讲啊，你做你专家，我做我专家，安尼啦吼。啊，即马我是讲啊是真爱困啦，吼、哦，歹势少困者，到啊到天光到日头出，都拢无来吵啦。哦，唔知是安尼是无啦。尾、哦、啊，我想讲，因为我当时在做兵的时，都听迄个阿老本尊的名声，都名气都足好啊嘛。我名字唔捌好过咧，都你名字都足好话嘛？捌听过话，嘿咧，捌听过，啊，都无时间甲你参见就对啦，哈。啊，拄啊，我一个同事啦，公路局的同事啦，翁仔某食菜食二三十担啦，拄啊退休，就招我讲来，我带你来，你含我行公路，去九华山去咧。尾啊，搁要带我对，带我对，啊，到尾啊，讲，啊，无咱来新光，哦，安尼啦。哦，你是从对这来安尼？嘿，我都来看卖啊哩，安尼啦。来看卖啊！即摆你就开始甲进新光哦，啊，甲看迄个日头伫你头前无啦？嘿，无啦，我尾啊吼。啊，搁有嘞？嘿，还搁有嘞啦。哦。嘿，我即摆要表达讲，我看到光吼。嗯，你有看到？有我看到，佮我报互转佮厝，啊！我问阮同事伊，啊！伊讲，啊！你都看到光啊！我讲我呾，我迄敢是光？伊讲迄是啦。我拄啊转来佮厝，我是沿路行，我只看到迄个后壁壁啊，啊！小人，我正家地山啊嘛，啊！就讲我佮呾遐，啊！迄呾迄个我山啊呾，安尼唔敢呢。尾啊，我体会就是讲，我看远去是。足大粒的，啊！看倒转来，只是较细粒。啊，我是讲较久个，啊，我头壳歹啊。啊，迄阵啊都，啊日头足大粒，啊照落来吼，伊个迄类吼，光度吼，要含日头要烧瓦。即摆咱要二楼个，就是楼梯爬起哩，即摆挖手，挖迄扶手起哩，讲看到壁讲啊，即太一一送得，佮佮照火照到遮，哎呀，古怪！这啥物人？
啊，都这也也无外人嘛，啊，这嘛无法度随便照。我看火是伫工顶，啊，这拍圆的，我用手去甲锯，啊，搁去甲叠。我是讲，啊，这都空调咧，日太照会来。尾啊，怎直直爬是讲爬，啊，咱看哪看，看啊，看天顶树顶去，啊，搁天顶安尼起哩云，搁起哩搁青来啊，我是讲，哎，古怪，我唔得甲阮同事讲。我当时看到啥，伊讲哎光啦，我是足疑问的，我都初熟人，我才有法度去接到光，安尼啦。表达遐济就是讲你看到光啦，光不会嫌弃任何人，大道显在卑微中，大道无所不在。自古以来啊，成道者啊，例如耶稣啦、啊，木匠的儿子，穆罕默德啊，文盲不识字。释迦牟尼无学士、硕士学位，甚至也没上过高中，因为当时教育不普及。卑微的人，其共同点遇到光，啊，都咱都光有人，初熟未晓。看到只要看到光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光不嫌弃任何一个普通人、初识人，只有普通初识的人嫌弃光、讥笑光。老子说得好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为道。”哦，好，我要走之前啊，浑身的第四颗般若自知将出现，因为我看到前林会长的背后有蓝色自知发光亮，蓝色的圆圈光啊，光明鲜艳亮丽，圆形的蓝色圆圈，圆圈里面透明的凸透镜。透明的大光明球体，广大无边，扩大至无边的天际，里面的虚空蕴藏着宇宙天地万象，蓝光照明出宜兰，从宜兰延伸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是般若空性的张力所凝聚成型的世界。永生自知出现了，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耶稣对多马说：“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。”好。